样的，慢点拐，这不一个，这不一个这样的，瞅着吓人，咱们瞅着。起飞，正在组装遥控大客机，下分炮机翼，发动机，看见没？机身，测试。来，往后去，往后去，老蔡，打道来，老蔡，准备起飞。成功起飞。降落，哎，哎呦，好，平稳降落，来，过来，哎，怎么说这机翼里边吧，肯定有。你配合，真漂亮。第一个的飞机程序收费，这换手的不容易啊，因为不习惯用别人遥控器，别人的飞机风险很大啊。起落架就不熟了，炸它就完了。用别人的遥控器，别人的飞机，心里没压力主要是。我心里没有压力。没压力。飞了啊！我去。飞回来了。这手法属实是比李哥好啊，李哥。那是，这比你好啊，这手法。他高于咱们一，没可比性。整不太好了。哎呦我去！此处应该有双击。大 F 十六战斗机啊，准备首飞。喂，飞行员李哥，加油！拉杆起飞。成功升空！哎，拉去！没事，头不是一般的沉呐。慢点，慢点，兄弟。别把落了吧，油别太快。别快了，先别落，先调完微调，先调微调。安全吗？现在？不安全，不安全。来，师傅，别靠我了。哎，不安全啊，不安全，别撂。你还能飞两圈不？能。那就飞两圈，你俩过去的吧。我有点看不清，戴眼镜呢。先往咱这边来的，没事，兄弟，往咱这边来的。哪儿呢？往咱这边来的，对，拉起来，对。拉！先是往右手边去的。快点把我眼镜拿来，快！搁哪儿呢？来我车里呢。哎，先往那边方向去的。对，先往左的，回来。哎，往咱这边来的。往咱这来了。哎，保住！哎，回来。拉平。回来。太悬了，太着急了。待会儿。太悬了，太丢了，刚才。你回降了啊！别着急，哎，下来了，没事。哎，大家猜猜飞机换？一米五，苏三五，首飞。等会儿，全体成员已经准备就绪，正在调试中。试飞员马老师，马老师啊，驾驶坠毁的几率在50%。安全，允许降落，安全。二级小方正好，哎呀，特别适合降落。
安全，安全。漂亮，对准跑道。对准跑道。哎呦我去！哎呦！哎呦，完美！完美，完美啊！完美。这款是专为新手设计的教练飞机，好飞耐摔，符合真飞机标准，防水全地形，有蓝色、黑色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抬架没问题，升降舵正常，副翼正常，方向正常，油门正常，起飞，走。天上是六级风，现在我们手没有碰遥控器，飞机保持直飞。降落，事实证明这款新手教练飞机抗风极速六级。喜欢的朋友双击屏幕关注我，下一期介绍更多好玩的遥控模型。哇帅帅，哎呀妈，哎呀漂亮，我这边来的好好。 F 十五首飞，首飞 F 十五啊，好，放这位置，试飞员马老师招手，来马老师首飞，马老师首飞啊，哎，第一机位红哥，第二机位海章，第三机位水云，那个师傅，来来来，等会儿，好，赶紧走了，走了，全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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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不行，哎哎，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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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我去。